你捯饬这么漂亮，你要勾谁呀、啊？勾的你呗，小鲜肉。那我还能去勾的老梁哦？那老梁能有我长得漂亮啊？我逗你玩呢。哎呦，这就放心了。我说你风风火火的，像火燎腚似的，有什么情况？那小偷又来咱们小区了。啊，这小子还真来了。嗯，好，就按咱俩商量的办。嗯，走。把门锁上。我锁门干啥呀？我就给他留着。你这老滑头，你走走走走。就这家。这叫身手矫健。这叫体轻如燕。就这防盗门。就这么方便。啊，你说这我家呀，孙你说对了，跟你说，我不管到谁家都跟自个儿家一样方便。哎呀，啊，一会儿回来人咋办呢？见机行事呗。天塌了有姚明顶的，地陷了有潘长江垫的。我怕啥？站住！怎么的？我先上场，你去报警，我拖住他。欧了！地上坚定斗志枪。哎呀妈呀！进来人了！别叫！哎呀，这是山炮吧？山炮。啊，我还呲花呢。哎呀，认错人了，不是山炮。我是山炮。妈呀，真是山炮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眼神啊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哈。今天要是在那个道上遇着你，舅姥姥说啥也不敢认你喽。舅姥姥啊。啊，哪能啊，舅姥姥。别坐，你每次来看舅姥姥都先磕仨响头。今天还没磕呢。不是你不我怎么真好，真好，这小子真孝顺呢。哎呀，舅姥姥，哎，我这舅姥在这儿呢，可大发劲儿了。三炮啊，跟舅姥姥说说，今天是怎么进这屋的？啊，我今天那个舅姥姥，哎，这我就得说你了。以后一定注意出门啊，把门锁好。刚才呢，我就轻轻这么一推，我就进来了。是啊，哎呦，这人老了就算完了，你说我连个门都锁不好。今天进来的是你，你说这要进来个贼，可咋整啊？哈，可不咋的呢。三炮啊，渴了吧？就老了，给你拿醋去啊。啊，我记住了，你就爱喝醋。哎呀哎呀，来喝吧，喝，来喝白醋啊。那你还嫌不酸呢，喝吧，好这口喝。哪次来都得喝两瓶。不是，这还得买一赠一的呀。要你嫌不够喝呀，喝吧。
咋的了？不赢了，我不能喝了，我得走了。就哎，三炮，别走啊！正经事还没办呢。我没啥正经事。那10万块钱你不要了？10万啊！今天早上你那个后妈呀？后妈？就是后妈，对呀、啊。后妈打了个电话、啊、说你妹妹要结婚了，手头缺10万块钱跟我借、哦、我一想我个老太太这10万块钱留着也没用，我就答应了。她说是派你来拿这10万块钱，对吧、你说你这个妹妹呀、啊、能嫁出去太不容易了嘛，长那个大马胡子似的，那才可怜的。我都担心她嫁不出去了。听说姥姥，你们对我们太好了。那是啊，就你们家那姊妹几个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。姊妹几个？你不还有个哥哥吗？啊？咋的了？死了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年纪轻轻的就走了，这太可惜了了。那什么，上炮啊，以后你们家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儿，你一定要通知舅姥姥一声。舅姥姥说啥我也得哭他两声啊，是不是？舅姥姥，咱能不能不提那些伤心的事儿啊？哎呦！好，看舅姥姥啊，净往那肺管子上走啊！行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哎，咱还是把钱取了吧。好，我给你拿钱去，你等着啊，等着。这老太太嘴也太损了，这不咒我呢吗？行，为这10万块钱，我忍你。三炮啊！哎，来，钱拿来了。舅姥姥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说钱这个东西是好东西、啊、是吧？那玩意儿要有个啥事儿啥的，它真好使啊，是不是？给你吧，拿去吧。卡呀？你不卡能行吗？10万块钱现金，我搁家里搁着，那要见着小偷不就完了吗？舅姥姥，你做的对呀、啊。你这把钱存卡里，小偷他不知道密码，他拿不走，他得多着急呀、啊。你也不是小偷，你着啥急？不着急，待会舅姥姥带你一块去取钱去，我有密码，取完钱你就走，我就去找那小狗去。小狗谁呀、啊？小狗，你别看舅姥姥现在岁数有点大，我跟年轻时候一样那么招风。你说那些追求我的老头啊，绿绿行行的，孤样孤样的。我一个都没看好，我就看好那小狗。他年轻，是1954年出生的小鲜肉。不是，舅姥姥，哎，你别美了啊，走，咱赶紧取钱去吧。哎，好，取钱去。哎呀妈呀，不行了，天阴了，待会儿一准得下雨了。啊，没事，咱快去快回啊！不行啊，我过两天准备收拾房子，楼下我准备了几袋水泥，叫雨拍了就不行了。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找几个民工帮我把那水泥扛上来。不是，哎，打电话得多长时间呢？那说不好啊，我不得是一边走一边找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舅姥姥，不就几袋水泥吗？我给你搬来。哎，别，三炮，上舅姥家串门，我让你干活。不行。哎呀，舅姥姥，外了啊，我去了。去了。哎，三炮，哎，那什么，舅姥给你拿把伞啊。哎呀，没想到吧，干小偷他也是力气活，不就水泥吗？不就水泥吗？哎呀，坚持住。10万块钱在向你招手。哎呀，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小偷中这个黑呀。哎呀，你是小偷中最棒的，加油。哎呀姐们儿，这搭把手呗。哎，这姐们谢谢啊。来来来，
别光鼓掌啊，这大把手啊，来，妈呀，握手上了，这是咋？来来，帮我拿一下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再来这边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姐妹谢谢啊，真女汉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。这民工干一天能挣多少钱呢？啊，一块十万块钱就到手了。哎呀，小啊，真能干呐！妈，累可脑瓜汗。哎呀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坐歇会儿，坐着坐着歇会儿。哎呦，到时候了，该我上场了。再喝点醋。哎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赶紧走吧。好好，快走走走。站住！人赃俱获。哎，我说你这人说话这么难听呢，啥叫人赃俱获呀？这人赃俱获是啥你不懂吗？看见没，这是我们家水泥啊，他也没挡腿，他怎么自个儿跑这儿？你们要不偷他能上来吗？那明明是我家水泥啊，过两天我家准备要收拾房子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是收拾房子。那是啊。什么你们家水泥呀？啊，你的眼睛长脚后跟上了，你过来看看，那露拐角那才是你们家水泥呢。哎呀呀呀，露拐角才是我家水泥呀。哎呀，三炮啊，扛岔了啊，还让我扛回去。我说你这老头啊，你太矫情了啊。我这好不容易把这水泥搬这儿了呀，你就这水泥就算我舅姥姥家的呗，那拐角就算你家的不就完了吗？不，那能行吗？啊，你看那个养鸡场那鸡下的蛋叫鸡蛋，那笨鸡下的蛋那也叫鸡蛋，那能一样吗？他家这破水泥是400号的，咱家那水泥是800号，知道不？那差一旦差不少钱呢，你给补啊？谁给你补啊？你不补你搬有啥你啊？你搬不搬？哼，你要不搬我挂110报警了。我告诉你老头，你敢挂110报警咋的？你急啥玩意儿，搬呗你。三炮，一袋一袋扛得扛到啥钱啊？没事，我多扛几袋呗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呀哎呀，这么搬干快搬着。你是立雷峰塔的你昨儿啊？哎呀，舅姥姥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自己上银行取去吧。哎，把钱给我就行啊。好嘞，不用费那事了，上银行咱也不用走着去了。哎，干啥打车呀？打啥车呀？你看，车来了。警车呀！不，老头儿啊，你真行啊。就动你家几袋水泥啊，你至于报警啊？你这几袋水泥不用报警，可是我的钱包跑到你的兜里去了，我报警行不行啊？舅姥姥，呸，谁是你舅姥姥？哎呀，舅姥姥，你我明白了，你俩耍我呢是吧？才明白呀、啊。我说你小子上我们小区来不是头一回了吧？啊，前些日子有好几家都被盗了，是不是你偷的？你咋知道呢？这回来咱小区踩盘子，咱俩早就盯上你了，咱这坑都挖好了，就准备让你往里跳呢，没想到你还真跳进去了。玩我、啊、玩我，报个腕吧。他是我们社区几十年的治安标兵，奇葩大妈。嗯，那你呢？我是他的助手，大号古汉林。小号小狗，这是我那1954年的小鲜肉。黑河的默契，么么哒。好肉麻。什么麻不麻的？我问你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说啥呀？我要跟你玩命！哎呀，哥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样的，你还你老头玩？我告诉你啊！哎呀，你呀，啊！停！我捋捋啊！啊！我明白了，你俩为啥让我搬水泥了？你俩是累傻小子呢，在这儿是吧？傻小子，来吧！哎呀！
了，还有劲儿吗？谁有劲儿谁孙子。今天我栽呀，我就栽在奇葩大妈手上了。走吧，杀！